欢的人会越躲着，就是觉得不自在，太羞哈，其实对对对对，不是，我们要坐飞机，我们要坐飞机，大坐飞机是什么呀？对呀，为啥感觉有代沟了？我觉得虽然我喜欢一切新兴事物，但是你听不懂他们的事儿，是这意思吗？我想退出这场游戏，题也不想做，俯卧撑也不想看，不想。我可以通过三个问题猜对一个明星。哇，这个不错，哎，这个人气好，我学到了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紧张。我最怕这种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紧张，底下开始鼓掌。但是经过了就这么短短的一段小开场的相处之后，好像女生们普遍对小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因为是选同桌，又不是择偶，确实没有什么好下场。那沈月，那如果要择偶呢？再看看。谢谢 Penny。Penny 可能是真管家。他不是管家吧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只有我被骗到了。他俩感觉没什么感情啊。这才第一天，这刚开始。不是一开始如果没有，就很难再有了呀。才第一天吗？嘟啦，嘟啦，嘟啦，他们都会弹舌。嘟啦，嘟啦，塞塞塞塞 ，Y 20，Y 20，这是可爱的恋爱在二十岁这样的意思。我们就到桥的那边了，走不走？可以啊，走。他说话真的好二次元，我们就到。桥的那边了。第一组是木木和楚楚，你们觉得呢？就感觉是这样子。下班，下班。有股班味儿。我不想游泳了，突然。为什么？我怕有壁虎跑我嘴里。他游泳张着嘴游吗？得换气吗？不是得。木木有没有可能喜欢青青呢？但没看到什么火花，目前为止。木木跟楚楚也没火花啊。对，楚楚是跟谁来着？楚楚和木木。他俩之前有什么互动啊？画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互动啊？画不画？给亲亲，这么复杂呀？要不我们吃柠檬吧？吃柠檬好乱呀！楚楚是第一个见的女孩，风吹到哪里，那叶子在哪，就那个感觉。行，同意。菜菜和对楚楚吧。菜菜对楚楚。交卷，交卷。反正也懒得擦了。是真的没收到。这个，这怎么没了？该吃柠檬了。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如果我对谁有好感，喜欢谁，我就拼命会找我们俩的共同点，然后还会觉得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对，你可以把这份笑也变成一个笑话传递给我们大家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？我也讲一个笑话。变成一个笑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当我是个笑话？迪哥你来吧，你都很难做，我都听不懂。是，本来还挺温馨，挺感动的，真的。这个好甜哦。当然是我。怪甜的，怪甜的，怪甜的。磕到了，磕到了。磕到了。蚊子和猪猪他们俩玩是玩了，各自去了一个别的地方录给了别的人，还把摩天轮拍给了别人。他俩是不是还一起画了画？画画就他们呀。还把画给裱起来了，画画拿回去还画起来。好主动哦。哎呦真好。直球选手。我到现在已经整个头，是啊，我也是头大了，头大了，心脏有点疼，我因为录音是一条线，照片又是一条线，是好不容易给他们配完队，然后现象又开始重新。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个人看起来挺新的哈，来沈月，沈月是今天是刚玩了过来吗？动物主题的，他们跟你说主题是什么？动物园。你这不是动物园，你这是动物城。对，动物方程式里面的那个。对啊，对，好想穿啊。哦。哇！二次元果然吸引小动物。他是被选中的，真的。天选之子。别说了，家人们，他才是这么整顿，拿住。对，这他都知道了。你们也没少刷呀。说人家。我们也被迫刷到。对。他肯定对菜菜有点不一样。哎，我怎么没感觉出来不一样？你觉得都差不太多，是不是？哦。很多眼神其实都一直在关注在菜菜的脸上、身体反应，能感受到不像是普通纯朋友出来。对。只有沈月没有看到。get 第一个表情，见到偶像，好，偶像走了哟。我见到偶像，我是看着你演的。哎呀，给我整这出。对啊。行，好，来第二个表情，
吃螺蛳粉。啊，不吃。逛街遇到前任。偷感真的很重，你们防的是谁呢？偷成这样，来电，又开始偷吃啊！是，要不然能放二十斤吗？小庄是解控，怪不得对楚楚不来电。他喜欢那种主见比较多的人，我发现。我觉得还是人跟人之间的磁场问题。是的，嗯，好好看。西瓜好像是凭空变出来。你说，拍照。楚楚他其实挺热情、挺主动跟自然的，但是好像男生都会有一点点在躲、在闪、在回避的感觉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哎。就是可能越喜欢的人就会越躲着，就是觉得不自在，害羞哈，其实对对对，不是，哦，两个人一起拍，蚊子总想找一点参与感，不是应该看女生看的是谁的镜头，竞争的感觉了，师傅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，不是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师傅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，这妖怪就想抓二师兄，好的，应该是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没有哪个妖怪专门抓猪八戒的，专抓二师兄，这还得是沙僧跟他说的，无从考证。来，沈月，对你的惩罚是复刻一个自己代表作的经典情节。准备好，就是你给我搭档呗。哪一段啊？我说我喜欢你，你说我不喜欢你，我说那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江晨，哎，江晨。嗯，什么事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那我不喜欢你，那我不喜欢你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你在石头石这边。这项发生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当中，他跟那儿扔石头着呢。不错不错。